小伟，赶紧把我办公桌上的新品推广文件拿来，要快。 识别成功。我叫魔点地兔，是由钉钉智联和魔点联合打造。我是智能办公时代的开始。上班高峰，分秒必争。 晚一秒就会迟到 ，A 公司的小王却一点都不担心，因为我只需一秒就能在人群中认出他。打卡成功，美妙的一天从打卡成功开始，从此彻底告别传统考勤的尴尬。 小美，这可是你这周的第5种妆容。 不过，就算你再怎么变，我也都能认出你。瞧，我在这儿还有很多兄弟姐妹，我们负责管理公司各个部门的门禁权限，比如策划部的同学是不能随意进入财务部的。我会让这一切井然有序，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有原则的智能守卫，对吧？ 当然，如果你还想自己邀请客户来访公司，我也能帮你做到。只要打开钉钉微应用“魔点访客”发起预约，访客就会收到访问邀请，根据提示录入人脸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 我就可以在他出现的第1时刻认出他，并且为他打开公司的大门。同时，我也可以变身工作小帮手。你看，行政部小李有了我。 一键生成考勤统计报表，细化到每个人的到岗时间，所有人的门禁进出记录也都可以随时查询，而且每月的外来访客统计也能轻松搞定，不用加班了，工作自信了，领导满意又省心。